今次呢首《我的青春時代》嘅主題曲咧，喺編曲上面咧，我用咗好多 strings， 咁我希望個感覺咧可以 old school 少少。所以你記住，你演繹嘅時候咧，喺演繹呢一方面咧，就需要重新再揀過啦。監製，你唔係話等我哋錄完音先過嚟聽咩？因為我揾到一個更加適合演繹呢首歌嘅歌手，誒，同你介紹楊生嘅仔 Kingdom。Hello，Hello， Forever。是我們公司的新晉歌手。你好，我是輝輝。我決定這首電影主題曲由他來演繹。但是上次我們開會的時候不是說好了？上次開會的時候我說可以試一下，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呢，我決定用回公司的人。OK， Andy， 你出去休息一陣先。 Forever， 我和你看看歌詞先。嗯，好。欸， Forever， 有準備一下。其實呢個監製 Peter 得唔得啊 ？Peter 係好資深嘅電影音樂人，攞過五屆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。下年嘅金像獎 ，Forever 一定可以企喺個台上邊。Peter， 你冇話有其他人喺度嘅喎？係啊，我都唔知監製早咗上嚟。Mary 姐，嚟揾阿 Peter 攞歌啊！阿楊生冇批准去警圖出道喎，你理得我？哦，咁得啦。阿 Peter， 上次佢哋開會，我咪話有啲歌好洗腦嘅 ，cheap cheap 地嗰啲咧，誒，你俾曬 Mary 姐啦，以佢嘅 taste， 佢唔介意。我轉頭揾你啊。